视帝马德钟呢日以七位数字酬劳续约拍手表广告，仲以湿身透点造型拍摄，拎咗视帝之后有冇加下价先？又冇话刻意加价嘅，咁但系好好嘅，咁吓啲老板好好嘅，佢哋会主动奖励下我噶嘛。讲到呢次嘅湿身造型，马德钟都有向林峰偷师、哦，好大挑战对我嚟讲，因为都一路都好多时都系西装 look 啊，或者系 smart casual look， 呢个湿身狂野 look 系比较少啲嘅，即刻要谂一谂啊，林峰摆咩 pose， 我要学下佢。另外，马神都透露一月七号会同跳跃生命线嘅演员食饭庆功，仔仔仲亲手做朱古力蛋糕庆祝佢得奖啊！太太嗰日诶，唔系同阿仔咧，就佢哋嗰日就做了个蛋糕给我、啊、那我觉得很窝心，虽然不是说很漂亮，但是那个诚意我觉得是很够的。